佛法，鼓励天神发菩提心，求三宝加持。所以愿各位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进入生命大道场，关怀所有的生命。阿弥陀佛。话拨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心善念慈，护生命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生命。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大家阿弥陀佛。修行讲的就是自己跟世界跟众生的关系，如何和谐。那事实上所谓的和谐就是平等，我们跟太阳平等，因为太阳的目的是有情，有情也不能够离开太阳。所以一个花草树木跟我们也是平等，因为人类需要这个花草树木，所以花草树木也为人类而存在。只是我们所谓凡夫有分别叫相，
他说我是人，他是动物，他是植物，他是水，他是动物，他是太阳，他是土地。那这个叫分别。那事实上所有的存在，有情这些六道，包括山河大地、土地泥土，它的本体都平等的，叫空性。因为这个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那包括我们的牙齿啊，我们最硬的应该讲牙齿了。那这个牙齿，它也是因缘和合，也会坏掉，慢慢的腐化啊。所以，那既然我们谈修行，讲的就是，如果针对有情，念一下心、佛、众生啊。佛陀为什么不讲我佛众生？佛陀讲的是心，就代表你了 啊，因为我们这个存在是我有心而存在，所以佛是圆满的心态啊，众生呢是轮回的心态。什么叫轮回的心态？就是他还有贪嗔痴，他还有分别。你内心里面有贪嗔痴烦恼，那你的造业就有业报轮回，轮回的叫众生。那我们呢，我们这个心态，如果你去贪嗔痴，你又轮回众生。如果你时时刻刻保持正念，发起所谓菩提心，安住空性，那你就走入佛的方向。所以我们希望自己这颗心跟所有众生都走入究竟圆满的佛，成佛。所以为了要成佛，希望六道众生都往生净土，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啊。但是如果就我们出家人而言，我们会各位说，各位赶快通通出家哦，就这样啊。因为世间让你做皇帝啊，让你做美女，最有钱的人，那只是一个暂时的幸福而已啦，啊！所以不就近啊，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脱离痛苦轮回，那才是我们爱人的目的。所以，一个真正学佛的妈妈，她就会希望儿子啊，你赶快去出家，就这意思啊。一个真正孝顺的儿子，懂得佛法。啊，妈妈，你赶快念佛啊，去极乐世界啊！啊，世间呢，欢乐未完呢，啊，因为这个世间本来就是遐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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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永远不稳定。那就佛而言，佛陀示现在这个世间，他就是要帮助所有众生脱离轮回的痛苦，要么解脱，要么成佛啊。因为这个世间不是一个究竟永恒快乐安定的地方，这个世间就像一个监狱，每个人都想要赶快脱离这个监狱嘛。这个世间就是你去站在太阳下，你站五分钟你就受不了了，这样啊。所以这个世间像一个火灾现场一样，那这些我们要去思维啊。如果你不去思维，反正别人赚钱我也赚钱，别人买房子我也买房子，别人死我也要死，哎，不知道为什么要死，而且死得很痛苦啊。因为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病，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要去关心自己跟众生的生老病死苦啊。那所有众生会生老病死苦，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无明，对会变化了产生贪爱执着。有贪爱，喜欢的叫贪，不喜欢的叫嗔啊。不知道为什么叫愚痴，
所以只要有这个贪爱执着，就会造业，就会轮回。所以早上我们格西开示了，佛法僧三宝最主要的就是法宝。法宝讲的是什么？道谛跟灭谛。灭就是没有痛苦了，消灭痛苦，消灭轮回。那你要消灭痛苦，消灭轮回，你要修道。那修道有分作两种，解脱道跟菩萨道。那解脱道呢，目的呢，那就要消灭贪嗔痴啊，因为内心里面有贪嗔痴烦恼，就会生死轮回。所以他要持戒、修禅定啊，思维智慧，消灭贪嗔痴。那菩萨道呢？菩萨道叫行四摄六度。菩萨道是自己要离苦，也希望对方离苦啊。所以那为了对方你要行施舍嘛，就是就像我们今天办法会，我们办法会没有个人金钱任何目的啊。这个法会就是希望透过法会，每个人可以得到法会的现世的功德嘛，乃至解脱的功德啊。所以我刚刚讲了，站在解脱道要消灭贪嗔痴，站在菩萨道帮自己要帮众生，那帮自己要帮众生的方法就叫波罗蜜啊。波罗蜜，第一个波罗蜜布施，除了可以帮助对方，还可以消除自己的贪心的烦恼啊。持戒啊，除了让对方感受到你的人格道德，还可以断除自己伤害众生造恶业，就会伤害自己啊。忍辱啊，会让你有福报，向好庄严，对方很高兴接受你这个朋友。那修忍辱可以消除自己爱生气嗔恚的习惯啊，因为这个贪心伤害嗔恚会让我们堕落轮回下地狱。所以八正道的第二个正道，第一个正道就是刚刚讲的正见，了解这个世间的生老病死苦，苦是我们的无明贪爱造业而来，所以把无明贪爱业障消除灭地，那你就可以离苦。所以你要修道，这个叫八正道的正道啊。修道就要消灭贪嗔痴，乃至帮助自己跟众生消灭贪嗔痴。那你有这个正见呢？第二个正思维，那思维什么？所以你不要去伤害众生，不要起贪心，不要起嗔恚心，不然会自己轮回啊。所以念下来，不害、不贪、不嗔，永远记住啊！修行人有没有在修行？你看他这三点就知道了。他做事情还会害人，他没有在修行啊。他欲望很强啊，每天喜欢去赌博、搞外遇，这个也没有在修行啊。这个人脾气很不好，那这也没有在修行啊。因为脾气很不好，他就想要去伤害别人报仇。所以所谓正思维，就告诉我们不要伤害众生，就是持戒，我们才不会堕落三恶道；不贪不嗔，自己也不会烦恼，也不会痛苦轮回。所以你有这个正知见，产生正思维，所以你要化为行动啊！行动就正业。什么叫业？身体的行为，念一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所以男生呢、啊，结婚呢、啊。娶太太了，千万不要对不起太太，对不对？啊，身体上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第四个八正道来正语，那讲话也是修行。如果你有贪心、有嗔心，想要伤害众生，你就会去骗人啊、骂人啊、背后说人是非啊。那你造了这个口业，造了这个口业，骂人一句话要尝500次被骂，划不来哦。今天你骂人家一次王八蛋，你生生世世要被骂完500次王八蛋，哇，痛苦了，这太痛苦了啊！所以各位人修行一定要注意，你不是说骂完就算了，骂完没有算啊。所以有些人在路边突然被打，有些人的车子好好的突然被抢，大家都怕，你不用怕，你没有造这个业，跟你没关系。啊，如果你有造这个业，那你不赶快忏悔，怕也没用，怕也会来找你。
啊，就像现在警察来了，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都没犯罪啊，谁会怕？身上藏了毒品的那个会怕，我们都不怕，我们只有念珠，没有毒品啊。所以各位，很多人说我很怕车祸，因为你没有造被撞死的因，就算你坐上一个车祸的车子，怎么撞车子坏掉你也没事。各位要相信因果，有这个业果一定有业的因，所以怕没有用。很多人说师父怕鬼，你没有冤亲债主，没什么好怕鬼啊。啊，鬼跟你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有冤亲债主，师父我超度写名字写对水错有关系，你不用写他也会找你啊，你化成肉酱他也找你。冤亲债主不是说我下辈子这辈子做男生，下辈子做女生，他就不找我了，对不对？生生世世找你，所以叫冤亲债主，如影子随着轮子跑，你的意思吗？业力嘛。所以有人常问我说，我那个朋友生病，我好像写错名字，没关系，你有念头对就好了。这个跟名字，你写英文、写华文、写拉丁文，随便你。重点是这个牌位是为他写的，你有那个念头啊。所以我想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啊，啊，名字不能决定命运，出生年月日，那是你过去世所造的业。他就按照这个出生年月日来出生，还是可以算得出你的命运。但是如果你有修行，命运就改变了。什么叫修行？布施啊，持戒。本来你没有布施的，本来你不会持戒的，但是因为你现在听佛法了，哦，师父说不要杀生，对不对？佛陀说了，杀一只老鼠要500次做老鼠被杀，哦，完了没有？所以呢，不要杀。哦，海鲜很好吃，螃蟹很好吃。那你吃一次螃蟹要500次做螃蟹被杀被吃，哈，我这种代志，没关系，你还活着，你赶快忏悔，不要再吃了，然后我们又在救螃蟹 ，OK 了。佛经说，你这辈子吃了多少螃蟹，杀多少生，你只要放13只的动物，哪怕13只小鱼，哪怕13只蚂蚁，随便你，那你这一世跟过去世的杀业消除掉。我说为什么我们要放生啊？哦，老人家往生了，甚至我们写这么多往生牌位，你帮他放7只鱼，放7只动物，以他的名字去买去放生，他就脱离地狱了，就超度了啊。那进一步我们希望他去极乐世界啊。所以我想所谓你有正知见，产生正思维，哦，贪心、伤害、嗔恨是造业的来源，所以正业。所以我从今天开始，身体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进一步呢，我们还要积善业，还要放生，还要布施，还要修微笑。正语念一下：不骗人，不骂人，不说是非，不讲没意义的话，这个叫正语。所以各位讲话也是修行啊！啊，从今天开始。不骗人还要讲老实话，不骂人还要讲柔软好听的话，不两舌还要讲和和语啊，希望两边都不要吵架，不要背后讲别人是非就对了啊。不绮语就是讲话要讲有意义的话，不要随便讲话啊，不要讲逢迎巴结的话。不但如此，我们用我们的嘴巴来修行，念一下念佛、诵经、持咒、劝人学佛啊。就像我实在很不喜欢讲话，所以很少人跟我讲话啊，我一下课就躲起来啊。但是我只要上台，我就要努力的讲，勉强我自己讲啊，因为我每天都讲，讲到喉咙沙哑，讲到喉咙痛，讲到没话讲这样啊。但是我师父说不行，你要努力，你要奉献，你要讲到死，好吧？啊，因为我师父跟我说，你还会讲闽南语呢，你讲普通话人家听得懂，因为我师父的普通话人家听不懂，就我听得懂。啊，我师父读很多书啊，但是他是河南人，那个腔很重，那听不懂。那我听得懂，我还把他的
河南语翻成闽南语啊，转给别人听啊。所以我师父说，我要是你，我讲到死啊。所以各位，你要开始发挥你的讲话的能力，帮助别人。你不会讲经说法没关系啊，念经回向给人家，功德很大的、啊。念心经，念阿弥陀经，念药师经，念地藏经，这个叫赠语讲话的方法。第五，念一下来，正精进啊，就是各位呢要开始已经在做的坏事，刚刚讲了，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那已经做的赶快断掉。还没有做的坏事，你现在听讲了，千万不要做。已经在做的好事，继续做；还没做的好事，想办法去做。这个叫精进啊。所以再来正命，什么叫命呢？维持生命。所以各位，你做工作，请问卖燕窝是不是正命？不是啊。卖燕窝你伤害了燕子啊。啊，卖海鲜是正命吗？不是。卖酒是正命吗？不是。啊，算命赚钱是正命吗？不是。啊，这些不能做了。卖网子啊，卖刀子给人家杀啊，卖农药啊，啊，卖老鼠药啊，这个都不行。因为什么？伤害到其他生命，这个叫邪命啊。所以各位，你做的行业，虽然我们大家都在赚钱，但是如果你赚钱会直接间接伤害到别人，这个都叫邪命啊。那出家人呢，出家人的正命就是持戒，好好修行回向，而不能说哦念经一万，念大部了哦两万啊，那出家人就叫邪命啊。所以呢，我们要正命啊，正确的方法去经营事业，然后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修行的方法，在家人有在家人过生活的方法，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要直接或间接去伤害到人，或破坏到环保，或是破坏到社会，那都不行的啊。那不然就叫邪命，那这个邪命呢，你就会堕落三恶道，不得解脱啊。再来念一下正念。那佛陀除了我们守戒律，进一步各位要保持正确的念头。什么叫正确的念头呢？有四个，你讲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才是正确的念头。一般人很喜欢身体很漂亮啊，也有年轻啊，啊，不会生病啊。佛陀说这个观念是错的。啊，把酒把晒，你看我皮晒，皮要皮晒，龟心窟窿晒。你不要认为这个身体很干净。啊，这个身体不但不干净，又是痛苦的根源了、啊。啊，动不动就得癌症，吃素也会得癌症的。为什么？你吃素，你要怀慈悲心，心情好就比较有问题。你吃素，你很喜欢吃很油很辣，哦哦哦，你啊，很油很辣。钱也在要吃，无钱也不爱吃。所以我昨天他们带我去吃自助餐 buffet， 哇、哦，都是炸的，哦，小姐都夹一大块，我心里的阿弥陀佛，这吃了要我吃，马上嘴巴破、啊，那他们吃多了就胃破 啊， 啊，然后呢破了以后，你胃嘴巴破还可以涂药呢，胃破你涂不了药啊。涂不了药以后，慢慢的磨来磨去，就变成不好的细胞，叫癌细胞啊。所以各位呢，就不能贪呢，不能贪。所以我讲正念，观身不净，这个身体变化无常、痛苦，随时会死亡啊。所以呢，不要爱恋这个身体，但是要利用这个活着的生命啊，赶快修功德，对不对？拜佛啊。做好事啊，做义工啊，运动啊，啊，不要虐待这个身体啊，啊，所以这个身体呢，多吃素啊，啊，吃有机的最好，有机的食物最好啊。甚至我的皈依师父活到106岁，没有什么病，自然往生，106岁，他一辈子只吃那个木薯芽稀饭，
水果其他都不吃，啊，煮的炸的他都不吃，啊，所以各位，你要活得长一点，不要生病，你就吃有机的，啊，不要重口味，重口味呢，那你就，啊，像我的师公，92岁，他怎么没有活到106岁？因为他重口味的，啊，不过已经不错了，92岁，啊，因为河南人要油。要咸，要炸，对不对？要好吃，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我讲正念，第一个观身体不清净，观受是苦，任何的感受都会变化，是会痛苦。没有人永远在谈恋爱啊，吃的好吃，吃太饱更痛苦，胀气这样啊，任何的感受。你越爱你就会怕失去，所以任何的感受都是痛苦。眼睛喜欢看，眼睛痛苦，因为没有看很痛苦，对不对？小朋友他正在玩手机，你把他抢过来啊，他就会哭得死去活来。台湾还发生一个，他爸爸妈妈把他抢过来，小孩子把爸爸妈妈打了一顿的啊，因为手机才是他的爸爸妈妈，他都没聊打爸爸妈妈啊。那还有发生一个是跳楼自杀了，啊，他妈妈把他手机没收，他一直吵他不要，他就跳楼自杀。你让我难过，我也让你难过，哇，好恐怖啊！因为他已经被他抓住了，喝酒、抽烟、吸毒、打麻将、谈恋爱、爱漂亮，啊，爱怎么样？这个都是一种感受，这个感受你去执着它，你就会很痛苦。再来观心无常，所以不要随顺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心像猪八戒，对不对？啊，我要我要我要，像猴子一样，对不对？啊，抓东抓西，所以我们的心变化无常啊。而且你这个，你越去追求欲望，心越苦，并不是说我欲望满足了就不苦了啊。所以很多女人来跟我讲，师父，我谈恋爱很快乐，我嫁给他就不快乐。我说不是你不快乐，是你嫁给他，我嫁给你，给你生子，啊，你不要对我怎样，你就很歹命，因为你不甘愿，因为你的内心想要对方对你好一点，啊，你因为你一直要求，一直要求，所以我们的心呢，像赶路一样，像猴子一样，你如果随顺你的心，你会很痛苦，啊，我们要随顺我们的佛性。随顺慈悲，不能随顺贪嗔痴，所以要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世间存在的你都不能控制，在一起的必定分开，有生命的必定死亡，健康的会生病，做高位的一定会下台。这个世间谁你都没办法控制的。你现在好好洗个澡，腰扭到啊，睡个觉起来起不起床，这个世间。一切如此，谁任何东西你都不能控制。这个世间只有一个东西你可以控制，控制你的心，接受变化，这样而已。啊，今天身体医生说得癌症了，那你身体交给医生吧，医生叫你做了什么做，但是你的内心你要自己安定啊，啊，心里不要得癌症了，心里平静啊。所以这个佛陀叫正念。正念，所以各位你要背哦，而且要真的去做，你不能说听听就算了啊！释迦牟尼佛把这个真理留下来，就是让我们解脱的。这个是佛教最重要的，念一下八正道，解脱之道啊！如果你要得到解脱，那你一定要懂得四圣谛八正道。早上讲了四圣谛，现在讲了四圣谛苦集灭道的道，就是八正道，因为有这个道才可以灭苦。啊，所以有了正念以后，才能够产生念下来正定，定就是禅定，这个定就是不让自己起贪嗔痴，啊，站在大乘佛教是保持菩提心，就叫正定，不离菩提心，不离空性的菩提心；站在解脱道是保持没有贪嗔痴的状态，就叫阿罗汉入禅定。所以这八正道大家再背一次，来，正见、正思维。正业、正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啊，这还是属于解脱道的。那菩萨道的八正道就不一样了，
正见是什么？念一下，众生拢是老母，不是光讲自己轮回的苦了，正见是所有众生都在受苦，但是众生拢是外老母，我如何让所有的众生母亲都离苦成佛啊？所以有这个正见产生正思维，正思维就是我一定要让所有六道众生都离苦成佛，这个叫正思维。怎么样去帮助众生？怎么样去推广佛法？要有这个正思维，所以就产生了正业。所以我不杀生是消极的，这位个人呢，除了不杀生，我要积极的救护所有生命，直接见解。不偷盗还是消极的，我要如何帮助所有众生脱离贫穷，脱离法穷？什么叫贫穷？没有钱。什么叫法穷？没有佛法。所以呢，要印佛经，又要帮助贫穷人，正思维。所以进一步呢，我不能生气，如何让所有众生都断除嗔恚的习惯，所有众生能够发菩提心？所以正思维，所以菩萨的正思维跟解脱道的正思维不一样啊。菩萨的正思维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要发起这样而产生了一个正业。所以我们的身体要努力的去帮助众生消极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积极是要救护所有生命。正语消极是不骗人、不骂人，积极呢就像他们天天要念佛、诵经、持咒、讲经说法、修仪轨以前我们去帮人家助念都念到没声音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父你怎么念那么小声？没声，不是小声，念八个钟头怎么会有声音呢后来就轮流一团念完念一团，一团念完念一团，念不完了因为这个世间往生的太多需要助念的太多助念还要跟他说法，跟家属说法，告诉他要吃素诵地藏经说八万斋戒对往生者有帮助对往生者要开示接受无常赶快一心念佛皈依三宝，要给他开示所以往生者你跟他开示，他脸会变，他脸变他会放下，一放下眼睛就闭起来嘴巴就会合拢，你要跟他开示不会开示要给他诵经，诵无常经，再诵心经，再弄阿弥陀经，要一步一步的让他离苦这个叫正语再来呢正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奉献的生命，菩萨的生命，而不是为了自私生活的生命再来正精进，每天想尽办法。所以我在这边麻烦各位问问人家有没有什么杀业帮他消业障，有没有堕胎流产帮他超度而且要关心对方，希望对方也要超度祖先如何如何。那除了这个，他生活要道德，那这样才命运才会改变，那你要想办法断恶修善不是为自己了，愿所有众生断一切恶，愿所有众生修一切善。再来正念，什么是大乘佛教的正念？念一下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叫保持慈悲菩提心但以这个菩提心去让所有众生了解观身不净、观法无我的道理，进一步也让他们脱离了轮回，也希望他们发起利他的心。正定，所以要永远不离菩提心空性的去利益众生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很不错，讲到现在没人睡着，厉害对不对？想到困不起来，小看乱了那至少你听佛法了，所以佛教一定要背四圣谛八正道然后一定要会用在生活上面。好，那现在要把结缘品发给各位，各位应该有了，不过呢带在身上。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要做烟供，烟供就要超度那些孤魂野鬼地狱道众生，就算你不会念，你只要带着
他经过你身边他就超度，这个叫什么？来，接触得解脱。你带这个大随求咒，任何众生包括人碰到你，他就不用下地狱了啊！而且呢，愿往生得往生，乃是佛陀的教场。哦，有很多种，我们不啰嗦，有很多种，还有准提咒，还有各位已经拿过了佛陀袈裟布啊，这个比较大片，各位再拿一次，然后回去剪一剪，给人家带啊。开车子的人一定要粘一小块在车子的头顶啊，这样开车平安了、啊。那至少带在身上佛陀的袈裟布啊，准提咒贴在手机上面啊，消除手机的负面。然后呢，拿手机就像一个道场一样，现在发给。所以各位，只要能够利益众生，我们都带啊，啊，因为不是为自己想。那你越想利益众生，就越保护自己。所以佛陀说，慈悲是保护自己最快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啊，我带念珠是为了众生带，结果你自己永远保持正念，没烦恼。啊，所以为了众生，那为什么我们华人适合修菩萨道？因为我们华人喜欢表现，喜欢群体生活，对不对？喜欢影响别人，甘当共济苦，让他给薄了。如果你不懂得佛法，你就天天讲人是非了，就黑马就给薄啊。因为你插别人的代志，插别人嘴上，那都是无多无插枪干过。啊，所以我们华人适合修菩萨道，把这个搞插变成一种慈悲就 OK 了。啊，如果是西方人就不适合，西方人是。他不会讲你缺点，你也不要问他私事，他就喜欢 meditation 啊。你把大乘佛教给他，他也拿来自己用 meditation， 他还大乘给他都变小乘这样，因为他不会想要去真实利益众生啊。所以我们大家愿品无所求的，就是希望对对方有帮助，来了吗？对对方有帮助啊。所以特别这个结缘品，你搞不好念了很多次了、哦、你每次法会都拿来念，拿来加持，有缘的你就送给他。有时候各位你要想、哦、等一下坐电梯啊，谁跟我同一部电梯啊，我就送给他。问题是你要想对方要不要接受呢？搞不好说 I'm Christian， 你都不要多啊。但是问题是你要有福报，怎么样让对方接受、嗯、啊，那你要帮助他。所以做生意的人我给他带、啊、手环拿一条、啊、不是一种一条、啊、不要这样、啊、拿一条，最后如果有多、啊、像做生意的我给他这个，然后师傅这干嘛？这带来会发财啊，打麻将会赢货，黑心苗对了。事实上你心里念的愿他带了不打麻将了、啊、愿他带了以后赚善财，不要赚不善财。但是你要有方便、啊、有方法、啊、那我们鱼来了、啊、所以我们以后至少每个月一次两次来这个地方放生烟供，好不好啊？共修、哎、那各位跑了两三次了都知道地方了，厕所在哪里都知道了、放生路线都熟了。不过我在这边也要拜托各位，那我们会在这边成立一个办公室，为什么要做一些佛法的作业，网路啊，翻译啊，推广啊，希望大家主动报名，好不好啊？来帮忙做义工啊，是属于比较内部作业，因为现在是一个网路时代啊，比如如何利用网路出去，让所有有堕胎胎儿的透过这个网路，可以让他的小孩子得到一个超度跟安顿的地方，不收费的。那各位会写牌位，那如何透过网路告诉人家，如果你家里有祖先往生者什么，你只要名字给我们，我们做什么功德给你，免费的。那透过网路翻成中文英文帮助人家啊，因为我们法会很多啊，我们大概台湾包括国外每天都有五六场法会，每天都有很大的放生烟供啊，然后就可以帮助所有生病的人啊。我们在台湾还成立一个淮海教育基金会，专门在帮助
想要自杀的跟已经自杀的人，已经自杀的人他们家属也不知道怎么超度他，他最多是反正埋葬了或怎么样了，但是他到底有没有超度他不知道。但佛法有很好超度的方法，很好超度的方法，但是我们要透过网络让有这种痛苦的人，有自杀倾向的人怎么辅导他，告诉他自杀的真相，已经自杀了怎么超度他，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所以老人关怀、病人关怀、家庭关怀、单亲关怀，甚至感情关怀，特别是女众，身为女众，你学佛学很久了，对一个家庭有意外的、老公有外遇的、失恋的人，你怎么辅导他，对不对？因为这些搞不好出家人都没经验呢，你才有经验。出家人是读佛经，他不见得失恋过，不像我，我都有经验了。但是我也有我的缺点了。但是你要去辅导人家，站在佛教里面怎么样去超越感情的痛苦啊，老人的孤独啊，不像每个老人都能够被照顾啊，有些老人很痛苦啦，一个人就躺在老人院啊，那怎么样去关怀？所以我希望大家，难得我们胡会长提供，我们就是要来做这个多元化整体慈悲服务的工作，好不好？不要钱，不要钱，因为呢，真正的慈悲是不要钱的，不要钱才有意义嘛。不但不要钱，我们还要找钱布施了，去帮助别人。所以我认为这个很重要，能出家了出家好，不能出家了多服务，那生命有意义嘛。礼拜一到礼拜五不能服务，那礼拜六礼拜天来服务，大家来各尽其力。你会打电脑，你会做动画，你会做什么都没关系，有些人说我通通不会，就会出钱，太好了，你要出多一点，我们做动画，现在超度啊，怎么样超度做成动画？念，他坐在莲花，去极乐世界了 ，OK 了，要做成动画，让他们看，看了他们很喜欢。所以我跑遍世界每个地方啊，我都是去找人才的，希望大家集中合合，一起来帮助这个地球世界，我们最大的资粮是我们是个人，有一个悲心，没有钱没关系，对不对？你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利益众生了嘛，最主要是你有一颗心，有这一颗心，那大家透过个人的专业能力、兴趣，能力没有高低，对不对？你负责点灯功德也很大， 所以在佛陀的时代，各位听我讲这个故事，出家人精进的在打坐修行啊，那有一个人70岁才出家，什么都不会，坐也坐不住，幽声不听，背经也背不起来，听佛法打瞌睡，这样他就觉得自己很惭愧啊，他老家出家什么都不会，想要还俗啊，哭啊，释迦牟尼佛给他叫来，没有关系，你就负责煮开水就好了，然后煮开水给人家喝，晚上要煮热水让生病的出家人可以洗澡，没有水的地方帮他弄弄水，这样就 OK 了，我保证你 OK。 那这个老人一听，佛陀都说这样没关系啊，所以我不用再读经打坐了，我目前天天去弄水就好了。后来他弄得很快乐，无病而终，所以义工菩萨来，现在一人发一瓶水，我们用这瓶水做功德，结果呢，他往生以后投胎去一个有钱的家庭，身为独生子，而且一生下来以后全家的水都变成像蜂蜜一样的甜，只要有容器的都有甘露水。等他7岁的时候，佛陀直接去他家，哎呀，老长者啊，你的儿子布施给我吗，好不好啊？结果那小孩子看到佛陀，师父，冲出来了，因为他就是那一位老比丘投胎的嘛，对不对？然后佛陀就跟他讲，你这个儿子是我的老徒弟，上辈子都洗澡水供水他在供，所以他出生在你家，你家的水都变甘露。他说对，以这个做证明，所以他是出家人，现在他要跟我出家好吗？那位长者很感动嘛，对不对？出家7天就证阿罗汉，所以叫甘露阿罗汉，7天
所以各位，你不见得要会打坐，你不见得会念经，你只要你愿意去做这样就好了。啊，不会的，那我负责倒开水，我负责扫地，对不对？扫地阿罗汉就是周利盘陀，负责扫地也变阿罗汉。啊，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那你干脆供花好了，叫供花，供花阿罗汉尼又漂亮。啊，每天负责插花，你可以负责点灯，叫须弥灯光如来。那个贫穷的女人什么都不会，把头发剪下来买油去供灯，对不对？她也成佛。所以我想每个人都尽力就好，啊，因为对众生有帮助，我们都去做，每一样都很重要。啊，各位每天就在海边撒食物，撒食物，为所有海里面的鱼念南无宝髻如来，宝髻如来，这样，以后你也变成哇大海的菩萨，成佛了。因为你对大海有悲心，啊，所以每个人用每个人的方法去帮助。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经典，9月27号至10月17号，印度弘法行程。10月2号星期一，印度。晚上心灵讲座，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10月3号星期二，念贤节千佛，持斋除罪1000劫，印度。晚上心灵讲座，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10月6号星期五，色拉节寺，上午9点半，印度白杜姆长寿法会。上午10点半，海涛法师开示。下午，烟供及放生法会。10月7号星期六，念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持斋除罪90劫，印度龙德寺全天法会。10月10号星期二，上午，印度。十轮金刚大塔落成典礼，下午参访大爱道比丘尼寺院及烟供。10月11号星期三，燃灯古佛圣诞，广泽尊王千秋，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印度铁丘仁波切寺院法会。更加是捧大着拥有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电视金门慈悲金社举办2017慈爱金门两岸祈福消灾超荐之旅，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11月3号星期五下午2点半，心灵讲座暨护生，地点金门文化局，地址。金门县金城镇环岛北路1段66号。11月4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举办八关斋戒，11月5号星期日下午1点半点灯供水暨大蒙山慈悲施食法会，地点金湖综合体育馆，地址金门县金湖镇市校路5号，联络电话0823266651，0823266651。法会被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狼王报恩。1995年，我和弟弟坐上了往新疆的列车，打算去那里做白姓的买卖。哥，等到了新疆，我们先去拜访一下我以前的战友，可以吗？好啊，你离开这里也有7年了，这次我们好不容易来这一趟，当然要让你们战友重逢啊。下了火车，我和弟弟租了一辆越野吉普车，向250多公里外的部队营区开去。弟弟他曾在那里当过兵，所以想回到原部队拜访一下战友。快到了吧？我们走了多久了？嗯，快了，还有几十公里的路。哦，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了？糟糕，车好像故障了。哇，糟糕，车真的坏了，动不了了。啊，那样怎么办呢？这荒郊野外的不能久留，我们还是步行去部队吧，一会儿天就要黑了。嗯，这里是很危险的。由于吉普车突然抛锚，我和弟弟只好步行抄近路去部队。大约走了10公里时，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换上一轮明月挂在天边。什么声音呢？那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我们过去看看。啊，是一只小狼，它好像受伤了。我们将它带到营房吧，在这里它会饿死的。好吧，先让它吃点东西吧，看样子这小家伙很饿的样子。看他的吃相，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吞虎咽啊。哥，快走吧，这地方可能有狼。嗯，我感到有点不对劲的。狼，哥，我们俩快背对背，狼是专门从后面进攻的。母狼以为我们俩人伤了小狼，于是眼睛里闪烁着复仇的凶光，一步步向我们逼近。他这是在做什么？不好，他这是在召唤同伴。哥，快把你的打火机给我，把你的外套脱下来，狼群快要来了。没多久，我们面前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灵光，仿佛是坟场上一团团忽明忽暗的灵火。快跑啊！但随着衣服烧尽，那群狼又纷纷围拢上来，并一点点地向我逼近。现在要怎么办呢？哥，是我害了你，让我们死在一起吧。但就在这群狼距离我们不到20米时，他们停住了。这时从狼群里走出了一只白狼，这只狼身材高大，前额上有一个灰色的倒三角形，一对铜铃般的绿眼闪烁着凶残的光芒。怎么回事呢？狼王，这是狼王，我们今天可真是彻底没有活路了。完了，他一定会扑过来咬断我的喉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狼王突然停止了攻击，还跑到我们俩面前1米远的地方，眼睁睁地望着我俩。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有扑过来呢？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啊，雪龙，原来是你啊！雪龙，弟弟，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还得从七年前说起。七年前我在这里当兵的时候，卖小狼了，来看看啊！可怜的小家伙，老板，这只狼你要卖吗？卖啊，当然要卖啊！你要买吗？我以17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只小白狼，并偷偷地将它藏在部队废弃的猪圈里，为它包扎伤口，还找东西给它吃。多吃点，要赶快好起来哦。这只小白狼很快地恢复了健康，我还为它取名叫雪龙。4个月后，我就将雪龙放生了。雪龙，你的伤现在已经好了，也该离开我了，回到你自己的家吧。走吧，以后小心点，别再被人抓住了。雪龙，没想到7年后我们又在这里意外重逢了。弟弟，正因为你7年前的善举，才让我们今天顺利脱险，是你的爱心救了我们啊。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